哎，大家好，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瓦斯炉。其实瓦斯炉呢，在居家风水中啊，它代表的是一个女主人的一个地位哈。所以在厨房里面，假如瓦斯炉坏掉的话，各位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女主人坏掉了，可能身体呢会出问题，可能呢婚姻呢会出问题。所以来说，瓦斯炉啊是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哈。那同样的呢，有一些人他比较爱干净，他可能就在瓦斯炉，因为有油烟，他就在旁边呢贴那一些铝箔纸。那铝箔纸防油烟，结果铝箔纸呢，它会反射出瓦斯炉，变成呢两个瓦斯炉。那在这一种情况下，它就是指着说家中会有两个女主人。那家中两个女主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老公会外遇啊，所以瓦斯炉的部分哈，你不能够让它坏。然后第二个，你呢也不要因为那个什么油烟用的那个锡箔纸或者是镜子去反射出另外一个瓦斯炉，这一些呢都会是造成说在婚姻上会容易有不良的影响。好，那今天呢就跟各位呢分享到这边，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拜拜。